冻掉吧。眼睛肿，啊，眼睛发炎，昨天晚上哭了一晚上。没冻着哈，没有啊，没有。我昨天拍戏眼睛肿了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呢，小丽说有一个习俗就是孕妇，如果在我手上绑一根红绳，我的眼睛就会好了。绑什么呀？绑一根红绳。你相信这个？没所谓。来，不要，老铁，你来。我演的甄嬛是格格吗？不是格格，是一个选秀进宫的一个秀女，然后最后很厉害成了太后。太后也是选秀进来的。对，我们都是选秀进来，对方都是超女，都是超女，现在是超女，超女说我们是超女。真的吗？我们这些都是被 PK 过的，然后 PK 晋级的，留下的PK 没进的就没有在这儿。我们现在晋级了，已经是。我们已经晋级了，对，暂时我们俩领先，暂时他领先，只是暂时，暂时，马上我就会跑得很远。是我先晋级了，我先赢。我们是用，人家一般都只有两三个月选秀，但是我们是用一辈子在 PK。孙俪会请啊？今天难得会，我们请。待会儿的请安，我们誉为招财猫式。那你看到为什么叫招财猫？动作很像招财猫。六只招财猫。二十来只是六只。对，然后招了三次，每人招三次就是三。宝贝，把这个招上。谁的？我的吧。招财猫的威力也太大了。是我的吧？就是他们洗了。我看你的装束跟他们不一样。这个是拜王后了。我这是属于低调的装束。就是我那两个第一次来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觐见那个皇后娘娘入宫后，然后不想太招眼，所以打扮得很低调。你看，这些打扮得很高调，最高调，然后出去就死了。直接影射我们了。没有，我太最高调，太狠了。好在等我啊。哎，妈呀，大家都问你哈，身体怎么样？身体怎么样？身体特别好。说我们自己照顾吗？好照顾。好照顾啊。干什么？对我太好了。还问我们啊，让没让你累着？我说哎，不敢让累着。就主要想让我们问，就是个二哥呢，还是一个格格？啊，谁知道？我想你猜。格格。导演猜是男的。我猜可能是个男的。老公说他是二哥啊。格格。女的。是女的。但是你是希望是格格哈？我无所谓，健康就好。格格也好，弟弟也好，最重要他姓家的。啊。姓陈的。好过分了。然后就不穿那个其他那些今天那穿的那鞋了吧？穿，不可以不穿。我是演员呀。不怕摔着吗？不怕，小心就可以了。已经习惯了。你老在这儿，我们这背头子，我们单位是对过一遍词了，你不在，你看还要再对呢。我们全景完了以后，我还上会有记。我不用对，他跟我说话，我就跟他讲就完了。啊，你已经知道你是大概词了哈。会有声音，贵妃娘娘也会高兴的。是吗？当然。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三分相反。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若得嫡子，乃是大清之喜，自然不会有人为此不快。满屏的。在这儿，好吗？你
真的往前一步，因为他们的按位分啊，皇帝皇后。好，好了，来吧。